但是坏了，求救无门。那你使用亚拓的直升机，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。除了在模型店可以很轻易的买到它的好几倍。我们亚拓的直升机呢，每一那一般做航道飞行，冲冲直线绕圆圈，这个不需要使用到全动力的，这架直升机冲宝舰可以飞行。像我看到，有几架上升机彩绘的很漂亮，甚至请专门的师傅呢再重新彩绘过。我们看到海鸥直升机。还有铂金图样的也是100直升机呢，只有33克，非常的轻啊，这个适合在室内玩。他说熊猫式战斗机，这一架战斗机有什么特点呢？它的机翼是